各位同学，期中考已经结束了，这次大家考的差强人意，为了帮助落后的同学，激励大家的学习积极性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每一次的月考、模拟考还有期中考都会相应的来调整我们的座位。根据我手里的新座位名单，我们开始调换一下座位。首先啊，曹成是第一位，然后王芳第二位，然后还有徐静书啊，你第三位。徐静书，你这边的位置啊，到时候要放那个投影仪啊，所以要空出来，后面同学就依次往后排好吗？好，刘瑞第五位，任征第六位，仔细听听你那个位置。第七位，王康。无所谓了，坐哪儿都不如跟你坐好。林让第十位，26、27，张亮28，宗美元，宗美元。30，没变化，坐30的位置，怎么一点没有长进，回回倒数第一。好，现在利用这个课间时间啊，大家赶紧把位置调换一下，好吧？啊，下节课都开始就用新的位置来坐了，赶紧抓紧时间，赶紧。楚悠宁，我是钟霞，以后请多多指教哦。嗨。怎么样，换了新同桌，开心吗？能不能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我现在这可是清静了，没有了同桌，像座孤岛，只能安安静静的学习了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好的，灰太狼，加油。注意听讲。啊，秘书，等我一下，我送你回家。你送完我回去，你回家不就远了吗？嗨，我无所谓了，反正早回晚回都一样。那不行，别送了，早点回家做作业吧。你知道吗？自从座位分座以后，
每一天我跟你独处的时间只有晚上送你回家了，你要是连这点时间都要剥夺的话，你不觉得我很悲剧吗？好了好了，那今天换我送你。真的？那当然。走，骑车去。好了，我到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嗯，好，明天见。嗯，好嘞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知道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你摔哪儿了？没事了，我看看。楚幽宁，你吓死我！你不是回家了吗？干嘛还跟着我？我就怕有坏人，所以才跟着你啊！我担心啊！你这么瞎操心吗？浪费时间，早就不送你。所以我说嘛，下次换我送你。真拿你没办法。嘿嘿，嘿嘿，嘿嘿，嘿嘿。走吧，快下雨了。徐小宁，你能不能别踢我椅子，腿上了不起啊。哎，你就是挡着我看黑板了，提醒你一下。就你这身高，我怎么可能挡得到你？你没事找事儿吧。哎，你就挡着我了。我看是挡着你看人了吧，少在这儿跟我装的多爱学习似的。那你就识相点，别挡着呀。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凭什么听你指挥？你有病吧？干嘛呢？你俩干嘛呢？我出来。好好上自习啊。哎。等等。刚才怎么回事？老师，他上课老是东摇西摆的，挡着我看黑板了。我就小小的提醒他一下。有这回事吗？明明是你老踢我椅子，打扰我专心听课。那要不咱俩换个位子，你坐我前面，让你天天踢我，这总行了吧？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你当我前面，我更看不清楚黑板了。行了行了，没完没了是吧？林让。你先回去上自习。哼。楚小宁啊，下个月啊，月考之后啊，我还会再分一次座位。如果你想坐到前面去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好好努力学习啊。回去吧。考就考呗。看我怎么考前面去。同学们，期末成绩出来了啊，经过这一个多学期的学习啊，很多同学都有很大的进步，其中呢，进步最大的就是楚幽宁同学，这次他考了第十名，大家祝贺一下。还有一个进步很大的同学呢，就是徐静书，这次他考了第一名啊。王芳也不错啊，还是第二。下课啊，把这个成绩单给贴出去。喂，
可以啊，这次竟然考第一名。你也不错啊，还是第二。另外呢，这个下课的时候呢，大家自行把座位调换一下。我看一下啊，其他同学呢也不要气馁啊，继续努力啊。这不是离得更远了吗？白皙他找我说他需要你。啊，宿舍管那么严，你怎么进去啊？这你就甭管了，他说他有饭。啊，秦叔是不是也和他住一个宿舍？你看朋友好，我说了怎么跟你？不好意思，他说他只让我一个人去。走了，哥们，我先给你看看路啊。啊，不然怎么也不见你叫我呀？